万万没想到，伊普西龙的元空叶竟然被德尔塔的张毅狂追暴揍，在场所有人皆是无比震惊。在魏定海被秒杀后，周围原本蠢蠢欲动的众人瞬间清醒。他们知道，就算是元空叶真的被打断，那伊普西龙的本源也轮不到他们。百里长青一脸惋惜的说道：“没想到，到头来最大的赢家竟然是张毅。”所有人心里也清楚，若是张毅成功吸收了元空叶的本，那么他大概率能直接晋升伊普西龙级别。到那时，他将成为整个江南大区实力级别最高的艺人。 想到这，百里长青挠了挠自己的脑袋到，道：“边队长当初还说要招揽他到我们的队伍，按现在这种情势来看，就算他真的要来，那也是来当我们的领导。”叶继康颇有些悲凉的说道：“总感觉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，我们所有人都被他利用了。”边队长本来也能活得更久一些的。百里长青有些无力的冷笑了一声：“没什么利用不利用的，谁叫人家技高一筹呢？”但大家心里也清楚，没有张毅，他同样会在不久后死去。死在战场上总比死在病床上好。 而且他能在死前绽放出最后的光辉，这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。而另一边，袁空叶依旧在快速逃离。他也不是打不过张毅，但是他真的耗不起。此时的他迫切需要一个地方来疗养。可他刚降到地面，打算喘口气休息一下，张毅又用起源弹逼迫他不得不应战。每使用一次异能来抵挡他的暗伤，就会愈发的严重。而且每当袁空叶愤怒至极，想要找他拼命之时，张毅就开启次元之门，头也不回的逃走。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这让袁空叶心态开始有些爆炸。反观张毅，却是一旦有空档。 就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体能，他甚至给自己注射了一剂兴奋剂。为了那份伊普西龙级别的本源，这场熬鹰行动必须取得胜利。风雪中逃跑的袁空叶早已失去了方向，就这样一直逃到了第二天。袁空叶凭借着本能，竟然找到了一家深埋在地下的超市。持续激战那么久，袁空叶早已饥肠辘辘，可刚准备取些食物果腹之时，一发火箭弹便精准无误的射中了这里。轰的一声巨响过后，袁空叶踉跄的从烟尘中走了出来。他回过头看着远方，只见张毅手中扛着火箭筒。 一副来打我呀的表情，袁空叶再次暴怒。随着他右手一抬，一股澎湃的力量便朝着张毅袭来。张毅在身前身后都开启了次元之门，他的风暴根本无法近他的身。张毅继续淡淡的说道：“我觉得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。你身边的所有人都死了，你的父母和郑义仙，还有败雪教上万的教众，即便你得到了一切，你也是孤独的一个人。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有人都因你而死，你难道就不会觉得愧疚吗？我觉得最该死的人，会不会就是你自己呢？”袁空叶默默的听着张毅的话语。 脸上已经提不起任何的表情，他只能继续转过身往远处逃离。张毅则是不以为然，依旧不紧不慢的在其身后追着。被追了三天三夜的袁空夜已经无比的虚弱，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，完全就是依靠着一股信念在跑。三天的时间里，他没有任何的进食，他的内心无与伦比的绝望。若是张毅实力比他强，哪怕是被杀死也没有那么痛苦。然而偏偏他遇到的是一块狗皮膏药，这让他觉得恶心至极却又无可奈何。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了一处雪山，看着远处的枯树，他不由得想到郑义仙。 如果你还活着该有多好！张毅就在他身后一千米左右的距离。比起袁空叶，他的状态值几乎是拉满的，有兴奋剂和充足的食物加持，他有足够的信心能将袁空叶耗死。看着袁空叶的状态，他知道自己已经离胜利不远了。三天三夜没合眼的袁空叶实在是太困，可正当他要睡着的时候，张毅的起源弹就会对准他的脑袋射来。他努力想要让自己清醒。 甚至开始双手合十的祈祷着神能拯救他，但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。他的内心开始崩溃的哭喊道：“神呐、啊，救救我呀！为什么不给我指示啊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塑造一个纯净没有污秽的世界啊！郑义先，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呀！”恍惚间，他的眼前出现了许多人影，他的父母就在不远处朝他呼唤着：“阿、啊、叶，跟着爸爸妈妈一块去天国吧！”下一刻，面前的脸又变成了郑义先，他焦急的朝着袁空夜大喊道：“阿、啊、叶！” 醒醒，快醒醒！看到是郑义仙的脸庞，袁空叶再也撑不住了，又困又饿的他一把靠在了郑义仙的怀里，喃喃道：“或许是该放弃了吧，所有爱我的人都死了，死了就能跟他们团聚了。”他怎么会知道？此时他依靠的其实只是一棵枯树。袁空叶喃喃地说着：“我好饿，我好困。”随后便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而遥远处，张毅看准机会，对着他开了一枪。不过他残存的念力依旧挡住了这一击。见袁空叶不为所动，张毅直接清空弹甲，几发起源弹过去，袁空叶竟被直接拦腰截断。这一幕看上去有些残忍。 但面对一名如此强大的异人，张毅不得不这么做，而且不能是直接打爆脑袋，那样可能会影响到本源。张毅走到了元空叶身前，接下来只要吸收元空叶的本源，他就将成为无比强大的异人。不过他也有些惋惜的嗤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对变强大没有多大兴趣，但为了能在末世长久的活下去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”张毅将手掌渐渐的靠近元空叶的脑袋，下一秒，一股难以言喻的庞大力量沿着手臂涌入了他的身体，就像是一条奔腾的江河，在他的体内翻涌咆哮了起来。此时的张毅，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，都迎来了史诗级的加强。不知道过了多久。 张毅终于吸收完了原空叶残存的异能，此时的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都迎来了史诗级加强。 张毅闭上眼，细细的感悟着这种力量给自身带来的变化。不久后，他缓缓的张开了自己的手掌，瞬间一抹黑色的电光在他手心凝聚。张毅控制着这股力量，很快他就在掌心迅速壮大。这是一种如同火焰又好似闪电的暗黑物质。很快，就连张毅都感觉有些把握不住这股力量。他抬手将这股能量挥了出去，唰的一声，这股黑色的力量瞬间就没入了山腰之中。下一秒，一团暗黑的物资就从那个方位爆发。等到黑色圆球消失的同时，那座矮山上竟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圆形空洞。 仿佛是被某种力量直接涂抹掉了一般，张毅一脸震惊的喃喃道：“居然是虚空力量！”张毅看着自己的手掌，思索道：“这应该是神威的升级版啊，杀伤力和威力都更加的可怕。这要是配合上自己的两重门来使用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我杀不死的人了。”张毅内心开始无限的膨胀。不过这种自满的感觉很快就被张毅给压制了下去。他不断的告诉自己：“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强者，千万不能太自以为是，否则自己的下场很可能就会和原空夜一样，最终走向灭亡。”边君武也说过，圣经大区有一位千里之外取人性命的高手。 可见这个世界依旧充满着威胁，我必须时刻保持谨慎。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就算是遇到比他强的艺人，自保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张毅给尤大叔拨去了电话，告诉他袁空叶已经被他干掉了。尤大叔开着免提，闻言在场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。四天三夜的激烈追逐，张毅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袁空叶身上。如今一切尘埃落定，天海市还有一些事需要收尾。尤大叔告诉张毅道：“魏定海死了，他的副手陈静官带着残部回招雨基地，萧红炼也回杨胜基地去了。” 调查小队的人暂时去了青浦基地疗养，那个叫无敌的家伙伤势较重，看着要死不活的样子。我们现在都在庇护所等你回来。闻言，张毅立马驱车往庇护所赶去。回到庇护所后，每个人都想过来与张毅拥抱，可张毅只是抱起了花花，其他人则一律拒绝。他朝着众人摆了摆手，微笑道。 我现在只想休息一下，一切都等我醒来再说。张毅越过众人，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他直接将房门锁死，然后把自己整个人丢到了床上。现在他只想好好的睡上一觉。张毅利用边军武的能力坑杀了袁空叶这一事实，要是传到了江南大区，那他肯定会有一点点麻烦。毕竟边军武是江南大区的得力干将。 张毅一觉睡了整整两天半，醒来后依旧感觉头昏脑胀、腰酸背痛。毕竟他并不是以体魄见长的强化蜥蜴人，能与袁空叶足足耗上四天三夜，完全就是靠兴奋剂的药效。不过此时他的内心却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与畅快。在吸收了袁空叶的本源后，他的实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。虽然比起袁空叶那种惊人的力量还差了些，但应该也到了边军武的水准。张毅心里也清楚，自己依然没有达到伊普西龙级别的标准，但应该已经非常的接近了。 无论如何，如今天海市已经没有能威胁到他的东西。张毅浑浑噩噩的走出了房门，原来花花一直在门口等他，似乎是在生怕张毅一睡不醒似的。张毅一把抱起花花，温柔的抚摸着。看到张毅走出了房间，楼下的女人们顿时露出了欣喜的表情。周可儿当即关切的上下打量着张毅，道：“张毅哥哥，你终于醒了呀！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要不要我帮你详细的检查一下身体啊？”张毅表示自己并无大碍，只是累了而已。休息了两天后，已经舒服多了，现在感觉非常好。一旁的梁月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，她不禁询问道：“元空夜市已经被你干掉了吗？” 张毅却摇了摇头，思索道：“确切地说，他并不是我杀死的，他是自己透支了精神力和体力而死的。”闻言，大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不管怎样，只要是死了就行。回想起袁空夜那天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，那种抬手间便是天崩地裂的恐怖场面，基本上已经超出了他对艺人的理解范畴。梁月问出了自己最想要问的问题：“你是不是已经吸收了他的本源？”张毅点了点头，其他人顿时也是恍然大悟。陆可然兴奋地说道：“张毅哥哥！” 你现在超强对不对？徐胖子和尤大叔激动的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那老大现在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以后看谁还敢来干扰我们的生活？张毅挑了挑眉，微笑道：“只是变强了一点点而已了。”不过这时张毅却有了一个顾虑。现在所有人都能猜到我杀了袁空叶，并吸收了他的本源，江南大区绝对不会无视这种级别的存在，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招揽我。 要是去了的话，那自己就成了江南大区的一只任人差遣的牛马。为了处理各种危机，时刻都要游走在危险的边缘。但要是拒绝他们，那就等于直接得罪江南大区。但凡江南大区的高层心胸只要狭窄一点，他肯定少不了被针对，甚至有被抹杀的风险。张毅不敢去赌这种可能性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被收编还是对抗他们，自己都是吃亏的一方。事已至此。 他必须尽早把事态控制在自己的可接受范围内。想到这，他决定先去青浦基地，直接先跟调查小队的人摊牌。张毅一招以进为退，成功让调查小队的每个人对其好感度疯狂下降。刚到青浦基地，张毅就受到了刑天的热烈欢迎。看到如此阵仗，不禁让他有些受宠若惊。刑天也感觉到了自己似乎表现的太过露骨了些，随即尴尬的说道：“老同学呀、啊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派那么多人来迎接你。” 可不是来跟你动手的、哦。再说了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借我们十个胆子也不敢啊！说着，他凑到了张毅面前，挤眉弄眼道：“袁空叶这样的软妹子，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呀？你现在是不是比当时的袁空叶还强？”张毅无奈的轻叹了一声：“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！”不说了，你先带我去见调查队的人吧。换成是往日，张毅并不介意刑天等其他人认为他很强大，但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他真的很强，反而又要装作没那么强的样子，因为现在已经因为太强而被江南大区惦记上了。 刑天一边走着一边说道：“老同学呀、啊，你以后可是天海市的老大了，你可得照着兄弟啊。”张毅斜看了他一眼，不置可否的淡淡一笑，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可并没有什么好处，除了管的人和事越来越多，其他的一点也不自在。很快，张毅就来到了调查小队疗养的地方，这里位于地下避难所中，虽然比不上张毅的大别墅，但在青浦基地已经算是顶格的待遇了。张毅的到来让调查小队的气氛有些凝重，吴迪立马一脸不爽的开口道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张毅一直不明白吴敌为何对自己态度如此之差，难道是因为自己太帅被他嫉妒了吗？ 这时，张毅抬起手，悠悠地说道：“这一仗打得那么辛苦，我来关心关心伤员总可以吧？毕竟大家以后可能要一起共事，要是我太过冷漠的话，免不了有人说我不近人情，不懂得体恤伤员。一句体恤伤员，直接把所有人都整无语了，俨然有种已经把自己当成队长的那感觉。”无敌指着张毅的鼻子怒骂道：“你狂什么狂啊？你有什么资格加入我们调查队？你配吗？”张毅两手一抱，居高临下地扫了他一眼：“就凭我单杀了袁空叶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？”这句话直接把无敌给噎住。当初那种局势，要不是张毅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，他们怕是全都得战死。 从这个角度看来，他们都欠张毅一个天大的人情。调查队的每个人自然也明白这一点。张毅见状，继续一脸笑意的说道：“各位回去后一定要帮我跟高层多说好话呀，一定要把我的巨大功劳如实的汇报给高层。”说着，张毅清了清嗓门，一脸正经的说道：“边队长的阵亡我也深感惋惜，如果各位能给鄙人一个机会的话，我希望能继承他的遗志，带领我们调查队继续保卫这片土地，给江南大区的人民带来和谐幸福的生活。”这一番充满着官腔的话，直接让所有人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一下子让众人对张毅的好感度降至了冰点。 这完全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。百里长青强撑着笑脸说道：“你的功劳我会如实汇报给高层的，不过加入调查队的事情还是要高层来决定的。”张毅一脸飞扬跋扈的说道：“走个流程而已啦。这队长的位置舍我其谁啊？”说着，张毅贼兮兮的搂住了百里长青，说道：“百里老哥，咱们能单独聊聊吗？有些话不适合跟一般的队员讨论。”一般队员四个字惹得众人咬牙切齿，要不是考虑到张毅实力已经深不可测，他们估计立马就翻脸群殴了。百里长青尴尬的笑了笑，心想正好可以试探一下张毅的态度。 随即他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张毅兄弟要跟我单独谈谈，我肯定是奉陪的了。”张毅一番极限拉扯的操作，成功将百里长青给 CPU，在提出要与他单独详聊后，百里长青也欣然答应了下来。随即两人勾肩搭背的离开了房间，来到了娱乐室。张毅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：“百里老哥，我来做你们的队长的话，你会支持我吗？”看着张毅那飞扬跋扈、志在必得的表情，百里长青挤出了一抹笑容，笑道：“这次危机你的功劳最大，根本不用我来支持，领导层也会直接选你的。”此时的张毅在百里长青眼里，就像是一个好大喜功的跳梁小丑。 不过，鉴于他实力确实强大，他也只能强忍着恶心，保持着平静。张毅又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只要你们如实的将我巨大的功劳汇报给高层，凭我现在的实力，做你们小小调查队的队长简直绰绰有余。百里老哥，你说对吧？”百里长青差点没憋住，他用鼻子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张毅，我也不想打击你，不过江南大区对于队长的选拔也是非常严格的。虽然你实力强，功劳大，但你毕竟还是个新人。”说到这，百里长青尴尬的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，继续说道：“当然，我并不是说你不配做队长，我只是先给你降低预期，以防你希望越大，失望也越大。” 张毅面无表情的笑了笑，百里老哥可真是费心了。不过做你们这区区队长，我还是有足够的自信。这时，百里长青好奇的问道：“张毅老弟，你现在的实力如何？”张毅直接给出了答案：“比边军五只强不弱，而且是毫无副作用的那种。”百里长青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脸上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。他下意识的握紧了一下拳头，不过很快又松了开来。他看着张毅，微笑道：“你要是已经达到了伊普西龙水准的话，做我们的队长肯定是没问题的。”这时，张毅却突然表情一变，盯着百里长青，意味深长的笑道：“那你就这么放弃了吗？” 张毅看出了百里长青的落寞之色，可他却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我确实有过这种想法，但末世之下，强者为王，我们需要一位强者来做领导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你自然是比我有资格。我们调查队是游走在生死边缘的队伍，虽然个个都是精锐中的精锐，但在这末世中，谁也不敢称自己无敌。他也曾亲手送走过几位队友。” 这一战，甚至连他们最强大的队长都阵亡了。所以说，争权夺利的思想可以有，但绝不能凌驾于集体的生死存亡之上。这时，张毅却说道：“要是我说杀死袁空叶的最大功劳并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调查小队，你怎么看？”百里长青闻言顿时虎躯一震，瞬间露出了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，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实际上，这次行动虽然勉强完成了任务，但他们不仅队长边军武阵亡，最大的功劳还被张毅给抢走，这着实让他们小队受了不小的打击。可张毅却说，调查队才是最大的功臣。 张毅，你这话可没人信的。谁都知道袁空叶是你杀的，我们几个也绝不是伊普西龙级别一人的对手。张毅却淡淡的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这一次没有你们的话，我也不可能战胜得了他的。这一次最关键的一点，其实是边队长的贡献。正因为他的异能的副作用的原因，我才能侥幸的耗死袁空叶。所以我希望把这份功劳记在他的头上。”百里长青整个人都震惊了，他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次天海市的灾害等级起码是最高级的一级。 高层给予的奖励必定会非常丰厚，暴雪城的物资、女人住所和基因药物基本上唾手可得，最重要的还有名誉。可眼前的张毅却如此轻描淡写的就放弃了。百里长青怎么想都觉得这一切不真实，震惊之余，百里长青终于回过了神，对张毅说道：“难道是你不愿意去暴雪城吗？”张毅意味深长的说道：“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方便啊，百里老哥一下就猜到了我的意图。”百里长青顿时恍然大悟：“所以你是想把功劳拱手相让给我们，从而避免被江南大区的高层看中。 是这样吧，张毅并不想痛快的承认，毕竟主动权还是要握在自己手里。于是他脸上带着三分冷笑说道：“也不尽然吧，当初边队长邀请我去暴雪城闯闯的时候，我确实动心了。但看你们出生入死的样子，后来我想了想，能不去还是尽量不去了吧。但我要是真要去暴雪城的话，队长的位置肯定是要给我的。”这让百里长青一下陷入了沉思。张毅不去的话，自己很有希望当队长；要是张毅去了，队长的位置我肯定是没机会了。毕竟他的实力还远远无法和如今的张毅相比。张毅走过来拍了拍百里长青的肩膀，道：“我现在也很纠结啊，不如你来帮我做这个决定吧。” 这就要看你想做队长还是继续做副队长了。相比去暴雪城打打杀杀的生活，张毅肯定还是喜欢苟在自己的庇护所里。他也看穿了百里长青想升职的心思。百里长青确实非常心动，毕竟队长与副队长之间的待遇差距相当大。整个暴雪城队长级人物一共也才六名，如今张毅将机会拱手相让，说不心动是假的。可激动过后，百里长青还是略显落寞的说道：“谎报情报要是被查出的话，处罚也是非常严重的。”张毅不以为然地反问道：“什么谎报？” 我可没让你谎报！第一，你们有看见我亲手干掉袁空叶吗？第二，我现在的实力达到了什么级别，你们知道吗？百里长青摇了摇头，这个确实是没有。但实力的话，按照逻辑来推算，张毅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。 这个可不需要讲什么逻辑，我们要的是证据。既然你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，那就不算什么谎报。百里长青都快被张毅给绕晕了。可话虽这么说，但毕竟任务是完成了，整个过程我们必须清楚的向上级交代的。张毅大手一挥的说道：“这个我都替你们想好了，最大的功劳就给已经牺牲的边队长吧。”其实，在张毅让边军武使用冰魄的那个时候，边军武已经大概看透了张毅的计划，只不过当时情况危急，他们已经别无选择。从这里说起来，张毅心中对边军武是有一点点愧疚之心的。了解到边军武带伤出任务是为了妻儿能有更好的生活。 现在把他的功劳给放大一些，也算是对死去的边军武一点点安慰了。张毅告诉百里长青：“你就这么跟你们高层汇报，就说是在调查小队的主导下，整个天海市的艺人们通力协助，以此让元空夜异能损耗过度，最后他被自己的异能副作用反噬而死。这个解释很合理吧？”百里长青听完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这解释简直毫无破绽，你完全不像什么仓库管理员，倒像是个写网络小说的，那么会编。”张毅嗤笑了一声道：“开什么玩笑，哦，写网络小说的可都是穷鬼，他们早就饿死了。总之就这样吧。” 我的话已经说到这里了，至于怎么做，还是要看你自己。百里长青这才明白，刚刚张毅故意给队员们留下糟糕的印象，是为了让他们不愿意接受张毅成为他们的队长。现在只要他回去稍微提一下，他们肯定也会很爽快地同意这件事。这时，张毅拿出了那把特制的手枪，说道：“你们那种特制的子弹叫起源弹，是吗？”百里长青立马打断了他：“起源弹你就别想了，这是大区严格管控的战略物资，除非你加入我们，否则想都别想。”闻言，张毅直接把那把手枪还了回去。算了算了，还是自己的未来更重要。还完了手枪以后，张毅直接就准备往门外走去。 忽然，百里长青叫住了他：“张毅，你现在这么强，难道就真的愿意偏安一隅做一个普通人吗？世逢乱世，你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的。”张毅头也不回的回应道：“没什么兴趣。原本能够混吃等死才是张毅渴望的生活，他很享受如今这种小日子，家里面莺莺燕燕一堆漂亮姑娘陪着，又不需要工作，这么幸福的日子简直就是天堂，好吧？”张毅直接走出了基地。刑天一直在门外等他，见张毅出来，刑天热情的过去打招呼：“怎么这么快就谈完了吗？不留下来吃个饭啥的吗？”张毅也知道刑天的小心思，行了。 你就别来这套了。以后遇到事情，要是方便的话，我会出手帮你的。当然了，前提是你们青浦基地的人都得听我的。 刑天拼命的点着头，有老同学这话我就放心了。我们青浦基地以后所有人都听你的吩咐，这让张毅有些许的意外。这小子果然痛快，权力都不要了，甘愿给我当小弟吗？刑天却继续满不在乎的说道：“我天生就不是当领导的料，你比我聪明，我们青浦基地跟着你混，我不担心。”回去的路上，张毅不禁思索道：“现在天海市五大势力几乎全军覆没，战斗力急转直下，周围的城市肯定会对这块肥肉虎视眈眈。”想到这，张毅又无奈的叹了口气：“想过几天安生的日子，怎么就这么难啊？看来江南大区这种威慑力量的存在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”